哎，你什么时候老成这样子啦？你好，你好，好老啊！好久不见，队长。你怎么可以老成这样？才20年，要保养啊！我也难得出门哦。啊，今天谁陪你来？我在哪里啊？啊，你要小心，这么年纪这么大，不要感冒啊！你这么老还做 video？ 公主也是为了。不好意思，我觉得这样看起来，我这辈子还做得还不错。而且上次呢，包货的时候不小心啊，不小心把我家的墙壁又砸坏了。说什么啊？